diagram ADE 跟 BCE 是 right angle triangle， 然后 CDE 是一条直线，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 E 这个角度其实是 ADE 跟 BCE 这两个直角三角形同样的一个角度，所以在这一边呢，这两个三角形呢，它其实是 similar 的，相似的形状来的。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这一个是这一边是 7， OK， 这个是12，然后它给你 x 是在这一边，所以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所以这边 x 这一边也是 x， OK。 然后题目告诉我 tangent DAE 是 4/3， tangent DAE 是 4/3， tangent DAE 是 4/3， tangent DAE 是 4/3 的时候就是 tangent X 是 4/3 的意思哦。所以在这边我的 DAE 呢， DAE 这个角度这边是 X 来的， so 我就知道我的 tangent X 等于 4/3。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可以用这一边的这个三角形，我用这一个三角形 in 三角形 A BCE BCE 里面，我自己找的 tangent X， tangent X 是 opposite hyperadjacent， opposite adjacent， 所以它是 CE 除以12，所以我的4/3等于 CE 除12的时候，我这边乘4乘4 4 32 4 16，所以我的 CE 是等于16。我 CE 等于16的时候呢，我的 DE 呢就会是等于16减 7， OK， 因为我这一边是 DE 嘛，然后我这一边是整个是16嘛，然后这边是 7， 所以 DE 是16减 7， 然后我就拿到 9cm， 所以 DE 等于 9cm， 是的。然后它叫你 find the value of X， correct to two decimal plac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刚刚其实是 tangent X 嘛，你一定要懂这一边是 X， 所以这边是 X， 这边是 X， 这边是 X， 这样 similarity。 你如果在那边纠结这 DAE DAE， 这样你做不到了，你一直做不到了。然后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知道 tangent X 等于 4/3， 这一个它就是 tangent X 等于 4/3， 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 arctangent 4/3。 然后我在计算机那边按那个 shift tangent 然后4/3， OK，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它答案是 53.13 度，所以是 53.13 度。所以这一课呢，它结合了那一个 triangle 跟 similarity， 你不会 similarity 的话，你这一题就做不到了。